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，我是依依。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开放呢，七座车型啊渐渐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。这些七座车型呢，可以看成是加长版的 SUV。因为呢，合资车啊长期的影响，消费者呢不管是买普通五座 SUV， 还是七座的 SUV， 或者呢是买 MPV 时，还是觉得呀合资的要好一点。但是呢，这些合资车五座的价格都偏高，何况七座呢？那大家呢也不要觉得哀叹啊，依依今天呢就给大家来讲一讲一款便宜的合资七座。这款车呢就是大众途安 L， 出自大品牌，品质啊相当的有保障。最关键的呢是这款车比途观还厚道，还是呢只卖了14.58万起。外观方面呢，途安 L 采用了全新的大众家族式设计，层次分明的镀铬装饰条呢，多边几何图形式的大灯，引擎盖上的线条，所有的设计都很普通，但是呢却具有着极强的辨识度，也许呢这就是大众的魅力吧。在内饰方面呢，途安 L 有舒雅版、拓界版、豪华版多款可选。途安 L 呢标配着是七座，但是呢可以选配六座。途安的中后排座椅呢还可以电动调节，甚至啊是放平，形成一个超大的空间，实用性超强。途安 L280 TSI 车型呢搭载了一台 1.4T 发动机，最大呢能够输出150匹马力，最大扭矩250牛米。330 TSI 车型呢搭载的是 1.8T 发动机，最大呢能够输出180匹马力，峰值扭矩300牛米。两种发动机呢都匹配了七速 DSG 双离合变速器，可以看出呢途安的动力啊是非常强劲的，不愧为大众出品啊。还不知道怎么选七座车型的朋友呢，不如啊看看大众最便宜的七座途安 L。